大家好，我是 Yuki，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Yuki です。今天我们要去我们家里附近的商店街走一走。斉藤理恵、斉藤理恵、今本人こちらの場所で皆様のもとに伺います。そしてこの場所での最後の演説は立憲民主党本社で選挙戦を斉藤理恵、耳が聞こえない。日本的车站呢，都会连接几个百货公司，这几个百货公司我也常常来逛。从这个西口出去，一出车站就可以看到今天要去的商店街。今天下雨呢，所以呢，我就决定来这个室内的商店街。接近中午了，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去吃饭。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挑了在鹿谷的炸猪排店，看起来还不错，而且价钱也不贵，蛮亲民的价钱的。哎，店里的气氛呢，安安静静的，装潢呢也蛮舒适的。是可以让人可以很优雅的吃着午餐的气氛，还不错。好了，我们餐点来了。我点的是咖喱炸猪排，这套餐分量还蛮多的。点的是炸虾炸鸡排套餐，小孩子最喜欢吃炸虾了。大丈夫ですか？はい、失礼します。黑先生点的是炸猪排冻，他那个酱汁看起来好好吃哦。淋上酱料。いただきますわ。日本人吃饭前呢，一定要先说いただきます，表示礼貌呢，也表示对食物的感谢。おいしい。ソースおいしい。好吃，它的胃要开动了。いただきます。这个猪排呢炸得很脆，里面肉很软，鲜嫩多汁，很好吃。它这个咖喱酱也做得很浓郁，应该是加了很多新香料在里面吧。咖喱味很香，沾着猪排一起吃也很好吃。这间店的气氛很安静，所以我都不敢太大声说话。我们三个最喜欢一起分享食物了。这个猪排冻呢也做得不错，酱汁给的很多，酱好多啊。饭呢沾满的酱汁呢跟蛋汁也很好吃，沾上黄芥末酱呢，这个鸡排呢也炸得很好吃，外酥内软的，很多汁。柚子也吃得很开心。猪排咖喱呢，沾上芥末酱也好好吃哦。假日的时候呢，我最喜欢吃炸的东西了，我不管卡路里的。我们也是很快就吃完了。今天挑的这间店也蛮好吃的，下次你们可以来试试看。好了，我们散步吧。哎呦是，おかしい、後で買う。好的，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散步吧。妈咪，你最爱的啦。妈咪，等一下。
这条商店街呢也是昭和时代建的，所以呢也是有浓浓的昭和气氛。家具店。路上呢看到电视台呢在采访。あのいつも見てるの。这个商店街的商店呢都是有一二楼的，二楼呢大概都是一些酒吧。定食屋さん美味しそう。よかった雨止んだ。吃完饭没多久呢雨就停了。またすぐ降りそう。这个药局也是很有年代感的感觉。好便宜哦，三件一千块。柚子，你要买西瓜吗？西瓜，小西瓜好可爱。榴莲，晒榴莲。柚子说榴莲很臭。等一下我都不再回来买西瓜，好不好？柚子很喜欢吃西瓜，所以我们打算回头的时候再来买西瓜。去。商店街呢，有一些店也是没有开。不过下雨天呢，来里面散散步是蛮舒服的。我们到旁边的小巷子去走一走。哇，全部飲み屋，全部是居酒屋，居酒屋喝酒的地方。小小间小小间的店。这路上有一间泰国料理，还有很多间的中华料理店。白天就开始喝酒了，还有某一手呢？荞麦面店，这里还有一间很复古的锅碗瓢盆专卖店。Donut size， 好多、哦、复古的，这什么啊？これ何？あ、ゲームのやつ。这是一间游戏卡专卖店，也是很有年代感。游戏间。哇，你看那上面，那好复古哦。哇，这间咖啡厅也很复古。从这里看过去呢，就可以感受到很浓浓的昭和气氛。喜欢复古老街的人呢，可以建议来这里走一走吧。中华料理，啊，复古的鞋子。啊，这间商店也叫 Yuki。
跟卖那个卖五一的。なんかおしゃれね、このバー。这里也有一间时髦的小酒吧。等一下去买零食好不好？怎么感觉这边有点像万华的感觉？因为莆田呢算是一个老城区了，所以附近的居民呢都是比较年长一点，所以这边附近呢都是卖一些长辈的衣服比较多，就感觉很像台北的万华，都是属于呢比较早发展的地区。里面也都卖菜。嗯？哎，これ新しいやつね、前なかったね。这是新开的，我们上次来说好像没有这个。妃子笑，中国产。嗯，非常欢迎。台湾产的凤梨。啊，本当に？啊，这边比较便宜，这边的西瓜比较便宜，刚刚那边便宜。好了，挑一个吧。这个是中国人开的，里面讲中文。我们发现这一间的西瓜比刚刚那间便宜，所以就决定在这一间店买了。在那个了。所以呢，这就是货比三家不吃亏的道理。苦瓜，两个看到。哇，我想那么远嘞。黑先生呢，在台湾的时候呢，很喜欢吃汤圆，所以他看到汤圆呢，就二话不说就买了。买完之后继续散步。用不见。里面有一间肯德基。欢迎。乐子，你要去买零食吗？那走旁边，这边。我们走回刚刚的主要商店街去买柚子的零食。你今天预算是多少？三百块吗？300块。就300块以内嘛。拿了，我看你拿什么。哦。他这里给你。嗯。多的。这间零食专卖店的种类也很齐全，而且价钱也蛮便宜的。小小的，好可爱。咦，你可以买给妈咪吗？可以吗？嗯，耶！哎，这个好怀念哦。啊，这个，这是什么？好可爱。这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不知道什么东西。30块。你要看下面的哦，是有税的。啊，太便宜了！哇，那么大一包。这间店很大。300块呢？ギリギリだ。嗯。200何？柚子买好零食去结账了。好的，今天的影片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还是很感谢你从头看到尾。喜欢复古老街的朋友呢，建议呢下次来日本的时候呢可以过来走一走。喜欢我们影片的人呢，记得按订阅哦，谢谢。你订阅了吗？欢迎订阅。好吃吗？很甜耶。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チャンネル登録。